喜欢台湾的蛋饼。他那个是，他那个是台湾，我觉得是食物第一名。台湾很有特色，香港也是吃不到的，就是鲨鱼烟。我觉得台湾这个很厉害，直接这样子挖，对不对？直接塞进去。马上给我打开十八频道，今晚11点 WTO 姐妹会。